我们现在来到了开元批发厂，然后发现好多店好可爱，好想进去逛。但是你想说，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呢？等一下先吃个饭。这边的价格没有工厂便宜，但是呢，它还是比平常一般商店买便宜非常多。这边整条全部都是，整个商圈都是卖灯的。前面们，走，我们来去逛一下这个灯具的批发市场。我曾经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人家说批发市场感觉就是店家比较稀落什么的，好像不太好。其实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挺好的啊，里面有很多宝藏店哎，真的太可惜了，因为被一念之差，他说不好，我就没来先逛，结果剩下搞得自己剩下最后一小时来逛，只能精选了。所以待会就跟他一起精选几款好看的店咯。目标出现，目标出现，这一家千悦看起来很漂亮，是我的菜，我相信也是你的菜。比较适合坐在客厅的是哪一种灯？这款我们卖这一款哈，这两款是 OK。这一款多少钱？这个六头300。对啊，很漂亮。这款我们卖的比较好啊，这款的话240，好可爱。那这一款透明灯的呢？这个是240，240。其实它们两个灯体是一样的。那这一款呢？这一款350，350，对，太漂亮了。这个很适合就是中古风，新中式都很好看。然后其实呢，现场灯是不会看起来不会炫光，只是因为我在拍摄，所以有点炫光。那像这种比较北欧款的灯呢，像小的一个多少钱？小号是200，大号是400。然后我们这个都是原版1:1的。原版1:1的。对，非常好看。这个好可爱。这个灯多少钱？这个310。那这个嘞？290。OK。这个440。这个是白蜡木。白蜡木的。漂亮。姐妹们，我们恭喜大家，我们找到了一家适合我们的店，找到这一家凯蒂斯。问一下，你们家这漂亮的灯 一件有发吗？可以啊，台湾有发吗？太棒了。请问一下，像这个这一组多少钱呢？600。然后这个都可以直接当家里的那个主题墙。这主题墙这多少钱？这是850。像是水晶灯一样，650。这边也蛮多，就是直接可以自己配的。这一家有卖一些摆饰，可爱的摆饰很多。而且这一家是主攻亚克力的，亚克力有个好处，就是呢，比较不用担心发回去的时候如果破损了什么的。那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种风格的灯，但是我这一次会找我平常比较常用得到的，像这种比较水晶灯的、奢华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看，很有趣很多。这边因为是也是算是蛮源头的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也直接就卖这些材料啊、包装等等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比较百搭、百看不厌的。这家店质感不错，设计感也不错。老板，你们这里有做 110V 的电压吗？有的。那你们这个灯一件也有发吗？有的。太好了。你们灯好美啊！屏风型的这种立灯多少钱？单片的话是最起码。所以这个比较是适合批发商，对不对？不是，是做设计的人。太快乐了，恭喜大家，我们找到了一间设计师爱用的御用的这个立灯跟台灯，好，太酷了。我刚看到这家店，我直接天哪的喊出来耶！有我很喜欢的那种侘寂感。
太美了。请问这个灯多少钱啊？这个木头的灯，数字180。其实像这种也很适合开店的用。好，快乐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然后我现在要准备离开这边了，回去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买这些灯咯。如果想要知道如何买这些灯，然后欢迎加我们的 LINE@， 然后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在上面咯。如果你喜欢这样子实用的资讯，好玩的改造的成功的案例，欢迎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那我们几天后再见咯，拜拜。